才会甩松啊。哇，甩好松。拖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爱戴爸爸。你不是健身？洗脚裤啊，洗脚裤。在哪？那边呢？今天在泸州巧遇两位很凶的客人。杀手，请问大名是如何称呼？我觉得他好像是夜行犯战神哦。哈哈哈哈哈！请问几年次出生？胸围多大？不知道，开玩笑。哈哈哈哈哈！还会叫路人摸？没有没有，开玩笑。什么星座？射手座。对，你是在真有吗？先确认有没有女朋友。哦，没有没有没有了，啊，没有了，是真的没有了。大名是高手，又在物色东西，你看没有一个闲的。高手，请问大名是单身、未婚，有没有小孩？开玩笑。今天接货现报，泸州新开的厂，打看看，走出桃园，挑战不同的题材。先讲都是美国台，个人习惯先讲加热前面这个。要跟大家说，他要一直甩，一直甩，把它甩甩松。对啊，一直甩，一直甩，甩松啊！哇，甩好松。拖。三颗。太松了，没有瞄准。打扣之后就开始骄傲了。因为他软，感觉。哦，如果你运气好就翻出来，对，有时候就是靠运气，一分实力，九分运气，没有啦，开玩笑。好，抓成功，射出，喷出，出啊！好了，那。发现了一个奇妙的地方，这有很多的洞，我们就找到台主。欢迎台主，大家好。加度，这里为什么那么多孔？做出来就觉得钻孔和散热会比较快。哎，事实上，散热真的还蛮快的。好，我们打开摸摸看它好了。像这种巨无霸品牌啊，它有钻孔的话，哎呦，越来越大。它大概打多少？一般没有钻孔，大概打个七八百，它就很烫。这个盖子有特别的作用，通常盖子是锁在里面，可是我把它锁在外面。为什么要这么弄呢？做到两个效果，东西拿得出来，又可以防止小动物或者小朋友进去。你小朋友其实要进去很容易啊，5岁以下小朋友进去。我夹出来的，耶、还是有一个东西在飞，感觉没有办法。